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一支人气飙升的女子组合 SNH48 引发了多方的关注，初出茅庐就出任了服装网游的代言人。经纪公司方希望能够复制甚至超越 AKB48 组合，将 SNH48 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偶像组合。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